睡。秘境拍照起来超好看的，没错，我走过去。我们要，你现在已经在划上面了，人到救援船。没错，我们要划这一艘船，登岛啦！怎么划？怎么过去啊？出发！哎，我们现在乘风破浪哎，我们已经看得到。哎，我们要在岛上过中间，降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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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蒂夫，收到。你这个命格哦，缺水，推他下去。现在水还不够吗？所以你这辈子单身，单身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水性杨花，缺水。我也想要水性杨花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有安全感过，我现在的位置真的是好啊！你看前面有漂亮，后面有两个在划船，后面还有两个，我非常有安全。你确定吗？不要这样子哦。有没有来？而且其实不算小，对啊，大的。我来环岛一下，大家一定要记得穿海滩鞋，否则非常嘎脚。因为这个其实是珊瑚，所以真的会受伤。喜欢吗？我觉得来澎湖有全新的玩法，就是直接来一个无人岛上面，就只有我们。疯狂总部秘境大探索。8:46，我们来到澎湖，已经过了六个小时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重头戏，对，是的，花火节，一年一度哦，二十年的花火节哦。而且我第一次在船上看烟火，很浪漫哎，真的。而且船长已经帮我们把位置调到正对着这座桥，对，最好的视野。看好多七彩的，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凤凰开始了。